我们没鱼的。来，你讲，你们，我给你喊。来，要在洞口拍照，就带我们跟你出来。我来不。喊你照呀。啊，喊你就喊你吧。来，大哥来。我们让喊。我们照一照嘛。欢迎您一下啊！这里过来之后，在这呢，欢迎大家来到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溶洞奇观黄龙洞参观游览。 那我的话呢是你们专职讲解员，你呢可以按照土家的习俗呢叫我阿妹。今天的话呢，咱们整个黄龙洞之旅的全程呢3000多米啊，洞内游览的时候呢，它岔道口呢是比较多的。那每一个阿妹都是走的不一样路线，所以说游览时候呢一定要紧跟着我，跟丢了可能几分钟什么都没有看到就自己呢直接走出去了啊，也可能呢3-4个小时都是找不到出口的。 那在这边呢，为了防止迷路啊，每次走的时候呢，我呢会统一的叫大家这个团队号，高团。再就是游览之前一个小小请求啊，没有特殊情况，尽量呢不要走在阿妹我的前面，因为咱们这里的话呢是一个土家族密布地方，那土家族里面呢讲究的是女人当家做主的，你呢就不要走在阿妹我的前面抢阿妹的饭碗了啊。那这边的话呢，咱们呢就慢慢往前面走，咱们呢进入洞参观啊，来，东东团的，咱们往里。 这里过来之后的话呢，稍微停一下。后面一方的话呢，这边一些障碍啊。在咱们这里过来之后，看一下啊，在这个右前方呢是有两个支洞，那里面呢怪石嶙峋，层峦复杂，因此的话呢叫它怪石怪洞。这的话呢是黄龙洞景区的第一个未开放区，暂时是现有参观的。整个黄龙洞里面呢，像这样未开放的景区，占到整个溶洞的1/5。 也就是说呢，咱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它的1/5啊。那看完怪石怪洞之后呢，根据我基本情况，黄龙洞呢是在1983年被当地的巴德明地呢发现探明，1984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98年成立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呢是成为中国首批唯一景区。 它的话呢，发育在三叠系碳酸盐的盐地层中，属于典型的这个喀斯特地貌。全长的话呢是7640米，底面积呢16,690平方米，游览方式呢水路兼备，800米水路，3200米的旱路啊。对，待会还要多转。 来这边过来后呢，注意头顶上面啊，小心。头顶。1米6的要注意头啊。大家跟上来啊，大家都现在呢要走的这个走廊，它是上过白底长廊，整个黄龙洞通道系统一个烟火护卫，它这个通天通道呢是非常狭隘的，所以提醒海拔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海拔高的。 双门迎宾，左边的话呢叫做长寿门，右边叫幸福门。那传说呢，穿过这个幸福门呢，说是您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啊。但是呢，鱼和熊掌的不能兼得啊。所以说二者当中呢，只能选择一个。那这个两扇门呢都可以走啊，同一个出口，大家呢自由选择，不要贪心啊。哎，每个大家都要幸福。以为有，哎，打电话。好呢。哎，这是传统的。 怎么那么暗？这个大厅也是13个厅当中密集最小。
小的一个只有6000平方米。那对面石笋林地灯光闪烁的地方称之为龙舞厅，相传呢这里就是龙王爷的歌舞厅了。那看完这个龙王爷歌舞厅，咱们的是的手机光啊，在旁边的草地上，有趣的是在旁边的草地上的一个华丽的小包厢，里面的话呢有一对人形石笋亭亭玉立啊，相传呢这是龙王爷的小女儿正在和他这个心上人猪哥哥猪八戒在约会呢。那这个它走的是一个环形游道，全程呢不走回头路。现在前面两条岔道往前直走的统一码头，也就是待会儿坐船的地方。坐完船之后，咱们会先去看这个头顶上面的四层撼动。看完之后呢，后面是来慢慢推上来啊，过来之后呢咱们呢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右上方呢两边石子，我们呢叫它金戈银章，右边黄色这边呢叫做金戈，左边白色的叫做银章，相传呢龙王爷法正时的两把金器。有趣的是在这个金色的底部观色无畏南海观音，下面呢是由石头正在向上攀援，因此呢把它叫做石头拜观音。是由于重力及时错位改变了方向的结果啊。那这边呢看完金戈银章之后呢，咱们这里呢要往前走，想必大家现在呢会听到说话的流水声，说话呢是响水和流水声。这边咱们注意安全啊，楼梯比较潮湿，慢慢走啊。
这边过来之后呢，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右手边呢有一根巨大石笋，因为石笋的头盔可以叫它龙王青盔，相传呢这是龙王爷打仗时候戴的啊，可以看一下。石块，因为形似一个海贝，所以叫它海贝浮空。那它这个形成原因呢，是由于洞顶坍塌。到几点？到三点吧。到三点吧。到三点钟。上午看石头上吗？这么大下午。嗯。这边呢，过来之后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右上方呢有个巨大空洞，顶端的话呢，距离咱们这个水面呢有62米，是黄龙洞呢已开发溶洞中中道体系空间高度最大的地方啊。因为形似一个海螺，所以呢是叫它海螺吹天了啊，可以看一下。这边过来之后呢，咱们呢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右前方呢有一个幽深的峡谷，它的尽头的话呢也是咱们这条响水河的发源地。从这儿呢往里面走有2000多米，暂时呢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我们呢是叫它隐龙峡，顾名思义，藏龙卧虎的地方啊。过去之后呢，可以找一下这个龙王爷的龙头在哪里。哦，在那里。这个水质好像内心不足了。嗯。看到了吗？哦，看到了。这边过来之后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的话呢就是龙王爷的龙头了，它的话呢也是黄龙洞名称的由来啊，可以看一下。后面有很，后面有很漂亮。先把那个没有上一次。老虎啊。尿容量不会。对，后面很漂亮。后面很漂亮。对，以前不是那个，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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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就是摄影机，就是晃来晃去，看着人，然后戴着面罩。哈哈哈哈哈哈！大鼻子不知道，我长大就算了。干你！我们这边拿几个多少？那什么？是吧？这十几个人这边，按你这按，这个是小条一些。这边呢，过来之后可以看一下啊，在这右上方平台上呢，几根参差不齐石笋，形状呢就像正在燃烧着香烛，所以叫它插香台。相传呢，这是龙王爷祭祀时候用的啊，可以看一下。好像到了，
座桥呢叫做天星桥，我国呢已开发溶洞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人工石拱桥，长度呢22米，桥面宽3米，距这个水面的垂直高度呢有17米啊。那这边的话呢，咱们这个水上游览呢就即将结束了，坐在冰上的朋友呢把手都放在船舱内啊，以免擦伤，下船时候注意安全，小心一点。那换车吧，我走上去啊。难怪1000多，变米了。哇！来吧，谢谢各位啊。身前后苦。过来之后稍微休息一下啊。那这里过来之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待会儿它往上走呢，有个提供摄影服务地方。那溶洞里面呢，总共有3个提供摄影服务地方。前面两处呢，它是一个。上面往下生长的叫做石钟乳，断顶向上生长的叫做石笋，那两者相向生长连接在一起呢，叫它石柱，三者统称为钟乳石。溶洞里面的滴水长石啊，仔细看一下，上面的这个石钟乳还在滴水，说明还在生长。专家考证，它们之间相距8厘米。按照钟乳石每100年长1厘米的平均速度来计算的话，连接在一起呢需要800年才叫盼香河。那看到这个盼香河，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啊，像这样的话呢就是友情啊。结婚了的话就不要跟朋友摸，会走桃花劫的啊。来，往下走，来来。长期溶石在中部呢，是形成了奇妙的空洞，用铁片从不同角度呢可以敲击出不同的音符，因此呢得名石琴山。那在这呢给大家讲一个小小插曲，199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专题片《地下明珠虎王溶洞》的时候，两位记者呢是顺着崩塌的斜坡爬上去，然后呢在这个2根石柱上用金属片敲击出了一首完整的儿歌，叫做《卖报歌》。但是非常遗憾啊，敲到第5个音符的时候呢，冰山
这边报警，你看到敏感的车道，直接站出去。来，往后退，往后走，往前走。欢迎高高赶到啊，这边过来之后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叫做火箭深空，也就是说在咱们对面的这一枚石粉呢，就是一枚即将腾空而起的火箭，因为它的话呢生长在这个航空里面，所以呢叫它黄龙一号。那您呢不妨看一下咱们这个黄龙一号为什么至今没有发射出去，原因是什么？上面没有开天窗。那不是啊，给大家这个一点小小提示，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咱们这个黄龙一号呢至今没有发射出去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溶洞里面呢是没有信号的啊，所以说呢就只能留在这个地方了啊。可以看一下黄龙一号啊，看一下，对，那我等一下啊，不然之后可以看一下它这地方叫做老鹰一石海螺藏身。那你先到了可以找一下故事的两位主人公老鹰跟海螺分别在哪里，可以先找一下啊。哪里？这个老鹰是这个，这个那海螺呢中间的这个啊。那在这个话给咱们呢讲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啊。一只接吻老鹰想要吃到前面的海螺，那海螺呢灵机一动，身子呢藏在了两根石笋中间。老鹰呢吃饭，海螺有点死心眼不肯离去，就待在这呢跟这只海螺耗上了。上千年过去之后，海螺呢因为吸收了两根石笋的精华，身躯呢变得日渐庞大，而这老鹰呢就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已经呢饿得跟一只猫头一样了啊。可以看一下脑袋缩在脖子里面，一副无精打采样子。那其实呢最早给大家讲这故事并不是阿木我，而是面前的这北京猿人。你可以清晰看到额头、鼻子、嘴巴，因为嘴是张着的，所有几个牙齿呢都是能数得清清楚楚。那你看一下，你觉得他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为什么？有啊，那这里的话呢上去之后是最后一个体温摄影棚地方，那这照片呢是在这个地方花钱拍的，花钱拍的20块钱一张，新拍新取，7秒即可取照。感兴趣的朋友呢您过去之后可以坐在咱们这个龙王殿的宝座上面拍一张，这样的话呢看家人照跟全家福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因为它后面是斜坡上去的哦。可以坐三楼，下拍可以坐龙椅上拍，20块钱一张。来这边有小龙鸟，这里高高团啊，这边对呢是把它叫做黄二滚啊，可以看一下，他哥哥在那边啊，双胞胎弟弟这里。他也是没讯号。那之后的话呢，小刚刚帮我这边走。这地方注意脚上，安全啊！注意脚上，小心。他直接做打碗，就刚才背对干。先靠路走。开始。一天可能在三次，不止哦。三趟应该跑不了。我觉得。这边过来之后，咱们稍微停一下啊。那这里过来之后，咱们看一下，有9.6万年，所以叫它万岁松。高度呢17米，仅次于，所以说有着别人两倍的生长速度。具体这个原因，它跟其他石笋的形成原理不一样。
这呢是由洞顶滴水产生非静止的一个共同作用。一般的话呢，只有在这种空间比较大的厅堂里面才能看见啊。那这边看外怎么样？定海神针啊。区域呢是白色的，看一下手电光打过去的效果啊，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它是像历史一样，过去虽然可以透光，但是透光性它没有这个好。那你像这个，它就是完全的已经被氧化的。投降，感谢叫我来投降，给我100万。哈哈